高兴我能够再次回到香港，这是我十几年前打过青少年比赛的地方，然后很高兴能再次回来。我也期待这场比赛很久了，我觉得这一周我过得非常的开心，就是场上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同胞支持我，我一直特别享受在香港打球，然后这个球场是非常好的状态，也非常的挑战性，就像十八洞是一个非常难的洞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第一个洞推的时候比较紧张，但是一紧张也没推进，所以我就跟自己说没有什么可紧张的，就是一个加洞，然后这样的天气就是谁稳谁就能赢。所以在第二个洞我觉得我就完全放松下来了，然后打了一个一号木开得非常好，但是的确因为这个天气，就这个球场这个洞今天跟昨天打得非常不一样，昨天我只有100码公果岭，今天有190码所以我也就想 OK， 我就想办法先打上果岭，然后打上果岭之后我就要退到洞边，有一个好的力度，然后这个上坡很慢，就只是这样提醒自己。但是推出去之后我又觉得球上线了，所以到最后骑马的时候我就感觉它应该会进，但是当然那个球掉下去的那一瞬间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。我觉得就是在这里打球这几天其实是很享受的，然后就是其实我也有一点点遗憾没有能够在这里再打一场，所以希望下次回来能再打一场球。